整治，然后几天要还。空岛生存 ，OK， 我们先准备一下。我今天预计要去终结者。饿吗？没有。啊？没有。终结者预计要去。OK， 开始。开始，我不是人生宝贝。别再搞OK， 我们已经把桥给建好，看一下。哟吼，我们已经通到另外一个岛去。这小熊回去一下，没回去，我们先回去。OK， 我去。回去先准备一下东西，等一下下来，可能要去中继哦，因为我们今天是去中继，大概因为大家，刚好看过，就是有中继的脾气，所以我们要带这个，要打鹿王打中继，可以用这个，还有火把。我没有火把，叫我们去挖。我们这一段去跳。好，我们回来了。OK， 我们要今天晚上我们回去睡觉，然后晚睡觉完就过去。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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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睡觉。好，起床。看下去，跳到的哟，没死掉，哥死掉了。看一下上面的树大概多少？这是什么东西？我不要，不要过来！终于飞来了！快逃！滴滴滴滴滴！有火光吗？应该没有。它是什么东西？听说可以让我飞起来。这种虫子，连人都一样。也飞上去了，我飞起来了，飞起来就是要去打他，我上去会不会死掉？搞，打不打？不是，哎，借福和子弹什么东西啦？我把你捡东西，哎呦！
东西主要是困难的事。快，这东西啊，走人了。打掉你，没打到我，不会打到我啦 ，no， 没，我回家了，回家，没有死在这里，我差点死掉，好，没东西了。我早算了，我是东西。终于把它杀死。山庄各位哦，不好洗啊！哦，64个煎饼果，好爽哦！哇，真爽哎！应该是叫我们，我要把这个挖掉。把这个，不对，这也可以当成我们要练东西的时候可以用到。OK， 我们家旁边布置一些可以的东西。好，这个可以挖掉。不，不是挖到什么东西？不，我这个，小朋友，我要这个。不，给这个挖掉。不，刚刚好像拿到什么东西，中介之眼，嘿，中介之门开了，咚咚咚，好了。长得奇怪，把我掉了。可以往前回家，放东西，放龙头，还有树，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好了，我们今天的收获，一个龙头，又一个龙头。放进去，写。
三十两个，我先去改造一下。OK， 我们看看啊。OK， 我们先来改，这样可以做哪些？这样可以改掉这个信息。那我们这样先跳过好跳。这个我去看一下我改进好改进好的然后这是玻璃的来用的是什么样子好看差不多今天要休息四点半要搞错啊！对啊。会不会啊？会啊。会走会乱风光。不会。不会。好，收起来。嗯。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如果想看到想看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订阅。然后想知道我每天的实况，就旁边按个铃铛就可以了。OK， 再见。